KV？ 不是 KV 吧？我操！三四，真不是！哎呀，我跑了，我跑了，太吓人了，这 T 三四。炮管还朝着我。三四八五呀，还能是什么地方？哎，队友把他嘎了。哇，这杠一侧面我日不穿。哎，你别看我呀。我威胁这么小，愣是要看我。我点到了个杠二，黄标是个杠二。有个坦克，好样的，杠二要过来了啊，杠二没过来。抄完就不许抄。还有一个。第一第三第三次。第三。哎，可以，杠二也死了。这就是美洲狮的正确玩法：穿插游走加点亮。不把这玩意转向也特别舒服，特别舒服。全能转向，可惜我没有榴弹了，应该多带一点榴弹的。这小轿车是真硬的。这是高级轿车。啊！这台的轿车等一下是真的高。死了啦！但是上核弹了。已经丢了。哇操，这成功扔下来没？